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底下一段是七宝花中啊，自然化身呐。啊，这两句是经文。此云自然化身者，表非胎卵是化，四身中的化身。啊，这个给设法界不一样啊！啊，设法界里面，天道、有化身啊，畜生道。胎卵湿化四种都有啊，地狱道是化身，魔鬼道里面有胎神啊，天道特别是四禅天全都是化身啊，四空天他没有身体，他不要色身，所以四空天我们通常称它的灵界啊，中国人讲他只保持灵魂的状态不要身体啊，他修定修四空定啊，这是六道里面真正的高级凡夫。像中国老子所说的啊，老子有一句话说，吾有大患为吾有身，我最大的后患是因为有身体，没身体多好啊啊，那么四空定就是这一类人，不要身体他们的状况完全在禅定当中啊，这是六道十法界有四种的生态胎卵湿化，那么极乐世界了，化身上加了个自然啊，自然化身，这就是代表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胎卵湿化里头的化身，不是啊，意思完全不相同。为什么六道设法界胎卵湿化了迷而不觉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是觉而不迷，完全不相同。